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搭乘 CF 手游《运营船》，与我一同前往七周年开箱派对的现场。为什么叫运营船呢？因为本次与您一同登船的参赛队伍都只想运营，不想运输。我是本次运营船代班船长云悠悠，在登船时，请记得将您的烟雾弹、闪光弹、手雷，当然还有 C4 妥善保管，不要随手乱扔乱放，以免给您的队友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 CFML 秋季赛总决赛即将在运营船上正式打响，观看时请不要使用蔬菜类的零食，因为电子竞技中菜不被允许。本趟运营船的终极任务是将象征胜利的冠军奖杯运送给最新诞生的 CFML 冠军队伍，在此也诚邀您与我们一同见证。派对现场届时将由 BJ48 带来首个 Hardshot 女团 cosplay 唱跳秀，惊喜魔术师为您打开 CF 手游2023神秘情报，更有集合民乐、摇滚、电音的 CF 手游 live show 等待着您。当您人已经上船后，也请记得登录 CF 手游参与好像上船和总决赛观赛礼精彩活动。盛典直播现场将公布中奖号码。MCA1 游骑兵唐轩， MCA1 雷神林准， MCA1 Rush 夜袭，777钻石等都有机会免费拿，让好礼跟您一同登船，福利不领白不领，羊毛薅到就算赢。同时我们也为 Cipher 们准备了虎牙线上全景虚拟运营船未来版直播间，观看比赛之余，在这里您能为喜爱的战队发起粉丝 battle，还能在现场玩盘跳跳乐，赛场上下都得比比身法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以上是 CF 手游七周年运营船盛典登船指南。12月10日，一条船上的啥都玩得开。